方秀珍老师。叶教授，我先来一段时间的了哈，也期待大家哈。那、啊、各位老师来，王总来哦。啊，如果欢迎哎。各位老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哦。我一大早，我们九点就准时开始了哈。那我们社长这边啊，副社长这边哈。我们今天当然最重要是请这个叶老师谈一下台湾音乐与世界接轨的一些契机了哈。其实他是台湾算是最权威的一个音乐学者哈，他对于台湾对于世界啊了解很多，他本身也是德国的一个音乐大学的博士啊，所以还要做他慢慢的更深入了解台湾。我跟叶教授已经认识很久，应该三十年有了。那时候刚回国没多久，我们教师联盟就请他去演讲，啊，算是轰动。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归农牧场有一场演讲哈。OK， 我们就掌声来欢迎我们叶教授来。李老师还有各位今天在参与的爱乐节的关心台湾文化的各位观众朋友，那今天非常荣幸到这个历史悠久的暨南教会，还有我们特设的朋友，还有从网络上报名的大家呢，一起谈谈台湾音乐。那么，我是教育部的本土教育优化，跟潘建老师一样。就是希望，除了语言以外，能更推动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那我本身是学音乐的，那有人问我说：“那你是你的乐器是什么？”我在德国去留学的时候，我说我念的是 Musikwissenschaft 的音乐学，就有人问我说：“那你弹什么乐器？”我说我是做研究的，所以我从大学主修钢琴，要希望成为演奏家，后来到德国去呢，变成学者。就是变成音乐学者，那这个是我是彰化人，那后来我回到台湾以后，就在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就原来的国立艺术学院直接到现在。那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台湾音乐与世界接轨的契机。那不晓得去年有听也是在这里举办的暑假，也不知道有参加的人，不知道，谢谢谢谢。那我上次讲的比较是民歌到歌谣的部分，今天聊比较是谈到台湾音乐本土接轨的契机哈。那我要谈的最主要是我们的本土教育会，那从本土到我从三十年前回到台湾，1991年回来，我在德国十几年。那我其实在德国找到自我，然后觉得我应该要认同自己是台湾人。那我常常觉得，我在念书的期间，因为学了到音乐系去以后，就非常的崇洋。那整个社会其实也是。那我后来在整个感觉上也是，我们东望太平洋的美国，然后希望台湾海峡的中国，可是从来不看到我们脚踏的土地台湾。这是我自己过去的。那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我从小就是老师说什么，我都把它奉为就是要遵守的。那爸妈对我们的教育也非常的严谨。那我以前讲到孙中山先生都还会立正站岗，然后讲到所有的作文，蒋中正总统都应该要控制，这个我非常的遵守。所以我算是模范生，在那句当时戒严时期的模范生。所以这个听到国会听到一声站，不管你在走路还是在上厕所，你都要赶快这个站好。这个已经，那我在德国的时候，德国是一个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哈。比如说，我去的时候就因为那时候受美国文化影响，就觉得你一定要取个 Mary 呀、啊，还是 Cindy 呀、啊，还是什么样的名字啊？那我也取了一个，因为我是绿嘛哈，这个就取了个绿的呀。就到德国去的时候，他们都很不以为然，他们但脸上不会。看出来哈，他们我说、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哈，那我就说我叫莉莉亚，然后他们就会停顿一下，他们不会马上哦莉莉亚你好，不是他们家，他说那、啊、你的中文名字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出去还不会讲我是台湾人，我们都讲我们是中国人。那他问说你的中文名字呢？我就说我叫丽芬，然后他们就不太会讲哦，我就拼你了，他说哦丽芬丽芬，他们不会叫丽芬，我叫丽芬哈，那没有一个人叫我丽莉亚。那这个情形我还没有自觉。
我经过很多年才开始自觉说，他们尊重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尊重我们的文化？那因为我去的时候真的非常崇洋，我只要学西洋音乐，所以我一直在西洋音乐的那个音乐学那个系所，很认真的读书。可是同学不太理我，啊，第一个是同学不太理我，我没有那种被光嘛，因为我在台湾当时我在。念音乐系的时候，班上就有一个印尼的同学，哇，每一个人都照顾他，不是说大家只是对那个白人啊，像印尼同学常说外国人，大家照顾他啊，有节啊，什么中秋节什么，就反正一定有人请他去办。那我有到德国去也会这样子，就觉得说，哎，我是一个外国学生，是不是德国人会对我一样啊？他们有什么节庆？没有人理我。然后今天感觉到说，其实我们是被歧视，亚洲人在德国，尤其。在西洋音乐史的那个领域里面，他们是很有那个优越感。那这个我就刚开始读也不太好，所以就很痛，我不知道要不要读下去。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学制是要念三个系，那我念了一个系之后，我就觉得说，操，这个系都念不了，我怎么念三个系啊？那也没办法，那就很快就结婚了。那这个当然是有碰到对的人了哈。那一方面我觉得哈。也有一点逃避的哈，还好我婚姻也不是到现在，我不是因为逃避，我的婚姻就很，所以就变成说每个家在情感上有一个寄托，然后我先生非常照顾他，大我四岁婚，那就定下来的时候就专心的念书，后来就问说啊，好吧，念三个系就念吧，那念三个系呢，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就觉得那就要念民族音乐学呀、啊，好、哦，相近的。好，去念民族音乐学的时候，那里的同学，那里的德国同学对我很好。我想奇怪，怎么会差这么多呢？念一个西洋的东西跟民族音乐学的，那民族音乐学的去念的德国人还有教授也是，那他们就是对德国以外的文化非常的尊重跟有兴趣，所以他对我有兴趣。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好像有点尊敬。好，那我就不要讲太多，就是这样子的，渐渐的从他们对。我的尊重跟对我的文化尊重，慢慢的寻找到自己。可是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大家在我的讲义里面也有看到，就说其实讲本土跟乡土一直是被打压的。那这个我就不用再讲太多历史。可是我们解严之后，其实解严之后1991年，就是上个世纪末，其实都还没有那么快。这样子的意思，你就像我告诉各位，我到德国去，至少前后至少5年到8年。我才慢慢的找，我说不是台湾人，哦，不是一开始。那我想在哪里是？当我们在1991年之前，我们受的教是大中国主义，我们认同是大中国，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哦，对我们现在在看台，所以要慢慢的，在1991年是很慢，我们做文化研究的人就是没办法有一年就这样切开。那我常常看到就是有关乡土啊、本土啊什么，后来，还有一个泥土化，台湾有一个泥土化，但是渐渐的，不管大中国主义或不大中国，大家都在同一个岛上。我相信所有人都会看到说我们是同命，所以大家看到我写就是说，不管是讲的什么本土化、泥土化，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这块。那这个是，我今天最主要的也是要多谈一谈。那么，我相信4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没有问题。好，那这个当然是跟我们的那个出生地身份证改成出生地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暂时不谈。所以呢，我们这个乡土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我把这个有关学者这个在。我讲义里面我就不多讲，就是有关的乡土的结构啦、啊、乡土的经验啦、啊、跟乡土的意识，那这个也是我做多年来一直在自我反省跟自我做研究的方向。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也想说啊，台湾这么样说，又在音乐系非常的重视西洋音乐，那社会上也是，我一回来就被请去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开了14场的这个古典音乐的入门，哇，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那么在外面也是基金会请我去的。然后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如果写西洋的，哎，比较容易得到补助；写台湾的都被批得一塌糊涂。好，所以那时候就很挣扎。那我觉得我
我去德国，我想要学他们的学术的方法，那回来做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可是我是不受肯定的。好，刚才翻译老师这样介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很受肯定，在整个音乐界里面，他们也第一个是大家不看重台湾音乐，大家觉得台湾的作曲家不怎么样，可是我为什么要投入？好，所以就是，我先从这个世界上来看，就是看联合国的 UNESCO， 好，这个叫做 UNESCO 的这个对于世界的非物质文明的遗产啊，就是已经大概实施了二十几年哈，大概二十年左右。那么对台湾来讲，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看那个？因为我们上不去，这当然有政治问题，虽然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涉及到政治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像柬埔寨的歌窟啦，这个古建筑啦，日本的能剧啦，哦，那个歌舞伎啦，哦，还有印度的梵剧，哦，中国的昆曲，还有伊拉克的木马木，这些都已经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明的遗产。哦，那每一个都是深具人文历史的地方特色。所以这个本土跟乡土呢，没有本土跟乡土的特色，它其实没有办法国际化。哦，这是我今天主要的这个。我请问一下，有去过德国歌舞的举手？哇，不少。大家都一定很赞叹那个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它跟欧洲古堡是不一样的，它跟中国的寺庙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一个独特性的，就是他们的乡土的独特性的地方。哦，那这个乡土的独特性跟它的历史文化都有关系。好，日本的歌舞伎我们现在也很难的看到，它不还有能，哦，能剧，这个也是。哦，那这个如果比较关心日本的这个戏曲文化的文化表演文化的人就知道说，这也是在2005年起列入了非物质文明的世界遗产。好，那么西洋古典音乐，因为虽然不是这样子被列入，但是它已经是全世界，因为它比较没有说哦要去维护，因为大家都在维护西洋古典音乐。可是我们看到每一个曲子、每一部作品都深具当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讲罗西尼的这个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塞维亚的理发师》，哦，这个去年才演出过，那它就是如假包换的意大利的歌剧。哦，那么肖邦的《马祖考舞曲》《波兰舞曲》，那也是风格很明显的波兰风格。我们听一下这个肖邦的《波兰舞曲》。这是二十世纪非常有名的 Horowitz 所弹的。这个其中的一首，啊，我们叫英雄嘛，哈，哦，波兰舞曲来个名称，哦，这首曲子共53声，前奏。18、19岁的时候就离开波兰，那他本来要到维也纳去寻找他的音乐生涯，可是维也纳是一个很保守的地方，哦，那因为是奥匈帝国嘛，所以这个
对外来的人呐、人无愧罪，音乐之都。所以萧邦其实在维也纳并没有十八十九岁，大家想想看，现在如果我们在座的有个十八十九岁非常有天分，大家会重视他吗？大概不太会。然后一个外来的人，不晓得他有什么天分。后来他到巴黎去，巴黎比较是一个国际城市，当他比较前卫一点，所以萧邦反而在巴黎得到他的就是他的音乐生涯的一个发展之地。好，那他写的曲子，那也是很多音乐家，如果他也是巴黎风格或者德国风格，那他在巴黎应该不会怎么处理，结果他用的是波兰风格，反而呢在这个音乐舞台上创立了他的一番的事业。那他也不是什么都会，比如说他的管弦乐就大家就觉得哇还好，他是钢琴为主，钢琴为主，那他就是如假包换的波兰风格。那我们再看一下，像奥地利的圆舞曲，这我就不放了。比如说约翰伍斯特劳斯的这个蓝色多瑙河都已经非常 popular 啦，小朋友啦，没有接触过西洋古典都能够欣赏。它的原由是什么？是德国的兰德勒，叫兰德勒，兰德勒舞曲，它是三拍子版本，就是农民的舞曲。大家可以想象，南方的茶包舞、车鼓舞，或者是我们客家的这个叫什么？搓把椅，都请个客人带起来，搓把戏，好像这样子的那种，就是很亲近、很亲切，可是很粗鲁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农民嘛，就是农民曲。那农民曲经过音乐家的这个转化跟艺术化，它变成一个贵族的高雅的社交舞，这是农民曲来的。其实任何海顿的小步舞曲也都是如此的。所有的变成我们讲的高贵的圆舞曲啦、什么小步舞曲啦、各种舞曲，他们的原来都是跟土地有关的。好，我们再来看美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那美国有没有音乐文化？好，我们来看《蓝色狂想曲》这首盖西文的曲。好，我们先听一下。那盖西文不是一个学院派的音乐家，他其实是在比较通俗音乐出来的。一开始也受到很大的批评，大家觉得这样的曲子怎么可能到音乐厅去呢？这是伯恩斯坦。再大声一点，好好听吧。像这一开头，这个大门管出来，很多人都起鸡皮疙瘩，说那些正经而坐的贵族怎么会觉得这个是可以上音乐厅的？这首曲子叫《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 那么这在欧洲的古典音乐里面很少，像这样管弦乐跟钢琴以管乐来开头，那它是钢琴跟管弦乐，一般来讲它叫协奏曲。可是这个是什么呢？现在已经变成音乐厅里面钢琴家、指挥家很爱的。好，我们就是介绍一下，有听过这首曲子的举手。谢谢。哎，各位可以听，这个是很 popular 的东西。那它就是结合爵士，它完全跳脱出欧洲古典音乐那种形态。可是后来就为美国人大为接受，连欧洲人也接受，就变成一个世界名曲。可是它本来不是这种古典音乐，不是学院派，不是按照欧洲这种模式出来。那这就是有它的美国的特色。那它也是结合爵士乐。那么爵士乐大家也知道，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是他们的黑奴。
就是黑人从非洲带过来，可是黑人到非洲的这个非裔的美国人呢，已经在美国就是生根落地生根，大家就接受他们就是美国人，他们现在的地位比亚洲人还要好，亚洲人还受重视。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权的部分还需要努力的，这里好，那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国际化作品，哪一个不是有在地，哪一个不是有跟他们的乡土跟有连结的，这是你们看的一些例子。那么移民国家到底要如何才能凸显文化特色，这也是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也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起讨论。就是像因为十九世纪末这个到二十世纪呢，交通不停的变迁，你知道十九世纪是一个欧洲的对外扩张殖民主义的军权的时代，所以不管是移动，不管法国在非洲的移民，德国比较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他们在亚洲在非洲的这样，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人力移过去，就像日本学习了欧洲的这种殖民跟军权主义的时候，那拿下了台湾，那拿下了台湾之后也把日本人带过，所以这种文化的交流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军权或者殖民主义呢，变到全世界去了。那么到全世界去，我们知道功能性的东西是很容易的获得的，你只要有钱有人才就去火车啊、汽车啊、机械啊，这是很容易的获得。但是这些东西到移地之后还是要适应当地。好，我这边讲的就是说，那你德国人的西装尺寸，好了，德国人的西装尺寸拿到日本人去，他们能用还是得适合日本人。那美国的别墅再漂亮，那再喜欢，那也不太可能直接移植到我们台湾。他们的地大，我们地小，他们没有地震，那某些地方没有地震，那我们的地方有地震，所以这都是很，如果讲太简单就请包含一下，就是我们只是把周遭的生活带出来。可是很多人这些事情就说这么简单的理解，可在文化上大家就没有想到，文化一样啊，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古典音乐直接移植过来，可以，我们可以演奏他们的东西，但是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这个是就是那大家也知道如果只是物质的东西，那么其实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持久生存的。就像最近几年大家在谈的一带一路，好，那他们获得了很多的资金去盖铁路，去盖这个建设，可是你如果没有文化的底蕴，很容易就被骗了，很容易就国家负债，很容易可能就把国家给丢掉了。所以文化的底蕴跟文化艺术是支持一个国家能够永续生存非常重要的基础。那虽然川西老师一直跟我说，袁老师你不要讲太难了，他就我觉得会来听这个演讲的其实都蛮有水准，我好像也不能讲太稀松平常的东西，所以想跟各位来讨论，也就叫与大家。那么以观光来讲，我们到德国去，我们到欧洲去，我们想看欧洲古堡，我们想到萨尔斯堡想去听莫扎特，难道德国人到台湾来也想来听他们的贝多芬吗？不会，他们要来看欧洲古堡吗？不会，他们要看的是他们没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艺术界里面，在我们的音乐界里面却变成好像大家各自无感，大家还是在演奏这个西方的东西。我没有反对演奏西方，我在家里常常听音乐，因为那个是世界文明，那是经典的作品，所以所有的世界的经典的东西都是我们文化的这个资源跟资产。好，可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能够永续发展，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东西。那这个我们就如同美国、加拿大、澳洲，那我们的传统音乐，其实我们非常重视传统音乐。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我们当然要去了解他们听的音乐。可是有时候我们跳过了日本时代这一块，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受日本教育，所以他们喜欢的都是日本歌，那我不能因为跳过这个时代说这个日本歌它就在我的爸爸妈妈身上，甚至我的阿公阿妈身上，所以我也不能跳出去。那再上一代，你从福建来，
那我也不能跳进去，这是我们的。可是我们不需要把它当作我们的祖国跟不可切割的东西，就像我们不必把日本当作我们的祖国。虽然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在日本时代，我们也不用把中国当作，就像我留德，我也不用把德国一直称赞说哦，德国非常好。他们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有他们的不足的地方。然后我见到了我的姐妹在美国，那我在德国十几年，我看到了各色的人种，其实每一个族群都有优势的人，有不优势的。然后我自己看到，虽然没有做统计，台湾人是非常优秀的。我这是我看到的这个，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好，那我们是一个，但是文化上，像比如在欧洲，我自己常常有时候也会想，就觉得说啊，美国人等于我们不好，他觉得美国人文化到美国去，还到洛杉矶去，都是一些什么伊斯兰的、新的东西呀、啊，不然就是赌城啦，它不像那个德国那边有古堡啦，然后古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画啦、啊，非常精彩的雕刻啦、啊、等等东西啊。但是我自己在欧洲几年，我发现说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喜欢中国文化，我喜欢唐诗，那它就是这个资产，我可以去学习。我喜欢印度的东西，我也喜欢；我喜欢印尼的东西，这些全世界的文明，现在网络这么样的发达，交通这么样的发达，那怎么样的这个祖国就是我们现在占的土地，怎么样让我们的福祉？让我们的人权，让我们的民主能继续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有时候会在讲说，哎呀，什么台湾民族主义，我觉得都没有必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这个看法。而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现代的民主化的观念，跟现代的国家的观念。国家是我们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这个政府也是我们选出来的，那我们也有责任去监督。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国际化，就是说，当时其实我们在做文化的，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什么是我们的台湾的音乐跟台湾的文化？那我觉得说国际化的两个条件，应该叫基本条件，一个是要有先进的技术跟观念，还有与时俱进，因为你没有先进的艺术，你就只能好像活在传统里面。好，那现在的年轻人，譬如说我等一下讲一下。这个很快我就看过去了，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进的这个观念的，并不管是科技方面还是艺术方面，我们先讲科技方面。那再来看就是第二个，就是有在地的特色，在底层。那这个从官网里面看到很多，这我就不细讲。可是文化艺术，我们刚才讲文化艺术，音乐上也是，他比如说欧洲的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的人也会很排斥西方古典音乐，比如说交响乐团跟国乐团。大家就说，加拿大有100人，那国乐团应该有100人，那是没有去好好去了解它的文化的底蕴，和它的历史的它的美学基础和它的艺术的价值，我跟它的艺术价值。如果了解这个话，就不会有这种说，加拿大100人，那国乐团100人，不是这样子做的，不是这样做。那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古典音乐，它不是一个国家的，它是很多国家，那很多国家淬炼出来的东西。不管从他的乐团、他的作曲的技术，甚至他的乐器、乐种、他的美学理论，都已经这个发展了一两千年。我们不要讲那么久，300年、300-400年，就是我们现在用的300-400年。那么大家也都在学，不管哪个国家都在学。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就像机器，就像高铁，这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地方。我们不用排斥，高铁不是我们发明，所以我们不用，当然不是这样子。好，那西方的交响乐呢？这不是我们的，那我们都不用，那你不需要这样。只是我们用了之后，那么机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跟文化艺术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内化，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大家都讲过啊，就像日本有 no， 日本有 kabuki，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那我们现在以台湾的传统音乐来讲，你就说，对呀、有南管啊，有北管啊，对，国也是20世纪才产生的，属于我们台湾的啦、那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这些东西呢，在保存？当然要保存。我们现在有文化资产局，要在保存这些东西。就像我刚才讲，这是祖先带来的，而且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了。还有像我们的客家发音，跟宗教也有关系，跟这个。生活所有的关系都要保存下来，还有原住民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保存。可是对于年轻的一代，你叫他们去听北管吗？叫他们去听南管吗？
也不能逼他们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他们是一个年轻人，他们是时代精英，那么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做？那这几年因为文化部在推动重建台湾夜市，那我也参与了，那本来是一直在推动一个国家级的台湾音乐中心，可是就是这个我也不是文化部的人，我只是一个学者，帮忙做一些演讲，然后开一个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还是主要是文化部在做。那么幼博部长也有在进行哈，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台湾的音乐中心，像美术馆，各地有美术馆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说我们的移民社会，我们在移民国家到底怎么样？从美国的例子来看，那么美国的音乐，我们有研究很多，就是看几篇文章，看了几篇文章，那也研究了几个这个作曲家，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在1776年，可是它的独立战争到1783年才结束。那结束之后，他们才真正算是一个自由的主权国家。好，那在现在200多年，可是200多年到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还没有人看到美国有自己的可以媲美欧洲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文化。也就是说，欧洲人看美，我还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啊。好，你们的哈佛啦，或任何大学的音乐系，还是都是按照欧洲的那一套。那就是没有能够，比如他们的 opera、他们的歌剧或者他们的交响曲，都没有办法让德国啊、奥地利啊，或者英国啊、法国啊，他们来推崇说啊，美国文化跟我们能够相提并论的。其实到中叶之后，到20世纪中叶之后，经过美国的音乐家、他们的作曲家融合了爵士乐、流行歌、电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爵士乐哇，美国好、啊，流行乐哇，格莱美奖哇，电影哦，那个还有 Broadway 好、啊，音乐剧好像美国已经形成了他们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这是什么？这是他们，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所以它吸收了各族群的文化特色。那透过这些人的努力，还有他们在政治上，他就是大家也晓得，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压迫了非常多的犹太人，很多犹太人，不管是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这个民族音乐学家，大家逃到美国，美国敞开双臂迎接他们。而且在大学里面，甚至给他们一些教职。当然，退休金的比较没办法了，可能就这最后几年。那这些人到美国去呢，支撑了他们的很重要的文化的底蕴。所以，其实台湾也应该能够这样子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外籍的，我想政府也有在做。好，我们要对外国的这些愿意到我们这边来学习的人呢，要给他们更多的方便。那他们来我们这边学习之后，或者他们的学者，大家也不用排斥他们，是注入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更好的这个全员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是美国的例子。那这个爱武士，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很简单的例子。爱武士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爱武士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很理解，他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读了这个音乐系的写交响曲，可是他发现说他写交响曲大概就是跟欧洲的一样，那他说这些东西呢，他好像没有办法发挥他自己的理想，就是一个创作的人，他除了他要希望大家能够欣赏以外，他也会发挥他个人的创意，他觉得他发挥的个人创意好像以这种传统的形式，他没办法。然后如果不知道写这些东西，他也没有办法生活。后来他是做保险员，好，做保险员，他开了保险公司，他赚了很多钱。就然后他都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比较淡季的时候写曲子，写曲子一直到写到他中年之后，年纪比较大以后，他得到了普利兹奖，他不去领奖。为什么他不去领奖？他说这个奖应该在我年轻的时候给我。好，也就是说，我希望得到更多的肯定的这个礼物。我现在已经不稀罕这个了，反正我只做我的曲子。后来他在等于在学院派里面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推崇，那美国人也把他当做是他们美国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那这个是，也就是说，美国人对自己的作曲家有点像台湾，台湾有点像他们那个时候一样，也就是在20世纪之前，他们是不重视自己的作曲家的，他们就觉得说啊，你写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他写的可能跟乡土比较有关，好，跟乡土比较有关，然后他那个会把乡土的那些不协和音，他放到他们里面，大家就说这个很怪胎，这个不是我们理解的这样一个古典音乐。那国兹坦克呢？国兹坦克自己本身是个指挥，是个钢琴家。我刚才放大家都知道，他能够弹钢琴，他能够指挥，他能够写曲子。结果他写的《西城故事》是什么？《西城故事》就是一个底层的这个帮派械斗，然后参与爱情故事啊。哦，他是从《罗密欧与朱丽叶》那边来。那《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如果直接从《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不需要国兹坦克写，欧洲已经写很多了。那他要写的话，当然就是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就把这个像波多黎各的移民啊，那其他的那个元素啊，爵士乐都放进去。那么对于比较保守的古典音乐的支持者来讲说，哇，这什么东西，这是很怪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它已经变成《西城故事》，已经变成美国的一个名曲，世界的名曲跟美国的文化的一个象征。那这个呢，也就是他看在他的美国的土地上，美国土地上的人民移民，不管好的坏的，很多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正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人，也许你的爸爸妈妈也是常常脏话连篇或是什么，你就是这样面对，你不能瞧不起他。因为在那里还有很多人赌博，我听到了太多人，大概现在90岁或者已经过世的，他们就是赌博。在农民的社会里面，不然就是那个说唱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你也不能去否定他，不能去否定他，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就像伯恩斯坦，他没有去否定在美国这个土地上，那像我们看那西部片啊，都是了解，他们也是啊，他们就是没有受教育，他们就生活不下去，他到美国的新大陆去开发，去寻找他们的新生活，所以每天可能第二天啪啪啪，枪，你知道枪械里面很值。我就走了，就死了。然后家里的女孩子们又被强奸了，或是什么，就是那样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开垦的这个世界。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去面对这块，大家要去寻找一个新故乡的时候啊，这是这个美国的例子。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看看台湾呢。好，那么台湾这个，如果我要国际上，我们有这么多的多元的文化，我们大家看到。这么多有的，台湾的多元文化，我们原住民，我们真的是很珍惜我们的原住民在100多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是被忽略的，被欺压的，被看不起的，那自从我们民主化之后，重视这个人权，我们的原住民文化呢，还有原住民呢，大家以后比较有信心的，那这也在呼吁他们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语言啊，是等等，都还有一个。那我们的华人文化，因为最主要还是大部分的居民还是这个华人文化。那日本，这个也不是这50年之前就有。还有东南亚最近的这几十年来的东南亚文化。还有美国，大家也知道，战后美国对台湾的援助，还有这个台湾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美国文化也在台湾，可以说，不要说什么 Coca-Cola， 还有那时候的美军驻台等等，还有欧洲的，那为什么这个欧洲？欧洲其实跟日本有关系，因为日本当时明治维新的时候，主要还是学欧洲的东西，所以这个透过这样，那欧洲的，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不是只有浅层的利益，其实是很多人在这边，所以在国际上，我们要接纳各种文化，可是我们如果接纳各种文化，我们怎么样融汇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在地景啊、气候啊、物种、人群、进步是连接我们的历史、信仰、语言，甚至经济活动，在正话就是文学、美术、音乐、表演活动、电影啊等等。那么其实，在音乐上我们讲到，其实很重要的是歌唱。那么我们现在常常弹钢琴啊，我们等一下下半场我们会请叶俊朗老师来为我们。示范一点钢琴曲，然后弹一下这个暗夜的螃蟹这个跟一个新的创作有关那么其实我们的汉语文，这是大家常常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最近对写歌的人，特别是写歌的人，写歌的人现在越来越忽略，我其实非常忧心，非常忧心。就是我们的汉语文是一个声调语言，大家也知道，那比如说买卖，它其实买对外国人来讲买卖其实一样，因为他们对声调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 Are you re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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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买跟卖就不行啊，买跟卖就不行啊。台语也是啊，买买吼，花花花，你是坐火车来的，你是不是坐火车来的？可是外国人讲话鬼鬼是一样，那你说那个你头晕了吗？好，像台语的话，你今天戆戆吼，为什么我今天戆戆？你戆戆了，你今天头晕吗？那你不是说你今天戆戆了？你戆戆变成笨笨憨憨的，所以这个戆跟戆，戆戆跟戆哈，那我们到处都可以找你，我们客语也是，广东话也是，那可是呢？这个在写歌的时候就会非常被重视。那么过去人的汉学的修养比较好，为什么汉学修养？读诗词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写歌的人一定要好好的读古诗词，不管是唐朝的还是台湾在日本时代很多汉学，就是说我们在私塾里面学的，或者一些台湾的文学，都应该要好好的那个好。那么歌唱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音乐老师，有没有？有，好，谢谢。那我们现在的音乐课本还好，我还有一点点小机会碰到那个课纲，我有跟那个写课纲的教授讲说，你这里面几乎都没有把歌唱的重要性放在里头，尤其音乐班很多拉小提琴的、吹管乐的不唱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大家所有人都在考音乐班，都在考乐器，然后都要进入管弦乐团，忘记了唱歌的状况。我因为唱歌，我在上次也特别讲到，所以今天比较不是要讲歌唱，我是在强调一下歌唱的重要。那么歌唱一定要跟文学，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流行歌，那歌词都随便写，一点文学意味都没有，这是很可惜的。30年代的流行歌为什么会写得很好？因为当时写歌词都很有文学的修养，他们对于那个文学的修养，还有他们对传统音乐也都很熟悉，所以这个是比较忧心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再来好。那么以台湾，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音乐哈，1930年代的流行歌是台湾进入国际潮流的转捩点。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这个之前，就是从留声机发明以来。我们引进了各种不同的音乐，比如说西洋的 opera 的那个 aria， 就是短短，因为那时候唱片只有3分多钟，一张唱片一面只有3分多钟，两面的话也顶多两个小曲子，也不太能用大曲子。譬如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可能要好多张唱片，你才办法听。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引进了日本的啦，欧洲的一些音乐，然后我们台湾也开始在1930年代，我想今天那个昨天应该。吴丽老师也有稍微提到，我想这个流行歌1930年代大家都比较，现在网络上也资料很多了哈，课本里面也都有列入，我就不多说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进入，因为流行歌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从20世纪开始，慢慢的这个成为大众的音乐生活。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那之后呢？之后又是什么？除了流行歌以外，也传进了这个西方的乐器，这个是1936年的淡江中学的小乐队，大家看应该是那个鼓号乐队，我们讲的以前叫鼓号乐队，大鼓啊、小鼓啊、有短乐器啊，然后加一点那个弦乐器哈。好，那么学校歌曲这个我就不先多说了，我今天也特别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歌曲以外的音乐大型歌有没有台湾特色？因为大家讲台湾音乐，有的人就只讲流行歌，那流行歌当然很重要，可是我们只能有流行歌吗？当国家的庆典的时候，当国殇的时候，我们要演奏流行歌吗？当别的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大型的交响乐团，我们也有交响乐团，交响乐团演奏什么？你会说228很重要，难道我们228就大家唱那流行歌吗？不是。我们也没有比较
能够让大家安静的在音乐厅，大家一起听音乐会。哦，那我想很多都听过香奈儿的《简氏奇趣曲》，但是不是只有这一首啊、哦？那今年还会有别的曲，那是这样子，大家不停的写，不停的写，才能淬炼出最好的作品。好、哦，不是我写一首作品就 OK 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一个伟大的城市呢，一定要有一个优秀的管弦乐团。那优秀管弦乐团干什么呢？也要有优秀的作品，哦，也要有优秀的作品。那么这些作品呢，这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忽略的。哦，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因为，政府的官员也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概念。我希望如果在座也有可以影响到政府官员，也希望能够。我曾经写信给总统府，希望为这个李登辉总统过世之后，能帮他办一场音乐会。那当然，可能就是有政治考量什么的。我得到一个月后得到总统府的回应是说：“哦，我们尊重家属。”这个标准，好吧？因为一个大的音乐会是非常花钱的，交响乐团至少500,000起跳，小的编制，如果在大的编制，在更多有这打击乐啊，或者是其他有钢琴独奏或什么，那就70万起跳，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可是我们需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也需要，但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发展了至少100年，好，我不要讲那么久，至少50年吧，其实不止，好，50年，从战后开始发展，说我们的交响乐团应该是在1945年年底就成立了，好，那为什么到现在大家好像也想不出一个什么重要的管弦乐曲？那我就是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马雪龙教授，我想，他已经过世年多了哈，他4月马上就60年。那他是一个，就是一直思考要怎么样创造台湾的当代的音乐的一位作曲家。那之前我都是介绍这个邦尼协奏曲啊，那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邦尼协奏曲一下。以前如果有听过中广的，对前面这一段序奏一定很熟悉，就他整点新闻的时候说话，几秒钟的这样的白宫音乐，就是马雪龙的《邦尼协奏曲》前面的。可能会有说，哎呀，这个中间可能这个配器怎么样啊？
这个转换怎么样。但是呢，其实技术是有限的，创意是无限的。这是我常常跟学生讲，就是在艺术上是这样，你技术要怎么样达到最高？技术上在中上，就是说真上，你说国际上的这样中上就可以，你就可以好好发挥你的创意，不然永远也学不完啊。可是创意是无限的。那像这个曲子呢，我们拿出去的时候，外国人反而是肯定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音乐界反而就觉得说，哎呀，有点发古人啊，这好像不够前卫啊，什么等等。可是它就是变成一种名曲。那我想再介绍它的另外一首，就是廖天地的管弦组曲。那这个廖天地呢，就是马水龙从在地上去看到了民间的这个元素。那它民间元素，可它我们讲的国际性的东西就是管弦乐团。就是配器，配器的意思就是你什么时候用长笛，什么时候用小提琴，什么时候用管乐，那怎么样搭配啊？这就是配器的。那这些配器吧，这些理论啊，这些形式啊，等等，就是他运用这些。那他觉得那怎么样要适应他一些这个台湾的元素，让他听起来有一些台湾风格。那你要跟上国际跟这边，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第三乐章的小海南海调会啊。这个香海的城隍庙会大家知道哈，那就是好，我们听完这个休息一下，你听看看看是不是有一条庙会，把那个迎神的抬着神轿的从远到近的感觉，庄严的。
好，那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那可不可以先休息五分钟，然后上上厕所，然后因为等一下，我再把三分之讲完以后，跟叶俊朗老师呢还会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好不好？好，谢谢，好，我们休息。大家来一个大合照，那个陈教授坐前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合照，到我前面。大家原地就坐啊！那个特色社长啊，请啊，谢谢杨先生啊，那我们就给五分钟啊，就不保温间嘛，大家谢谢。